要什么？妈妈。嗯，妈妈。要。嗯，开上面了。要。为什么？要。不开呀、啊，妈妈不会开呀、啊。爸爸。爸爸，你要叫爸爸开。要。嗯，有水水在上面，是不是？那小光头好可爱哦。小永群今天睡到7:30。昨天9点多就睡了，一样睡到7:30。那10点睡，一样睡到7:30，是不是早一点让你睡就好了呢？爸爸妈妈就可以早一点下班了呢。哦，对，点头，哦，点头，好啊。哎，你是妈妈的，妈妈的。小永群早安。下雨了，小永群。小永群早安，今天是看着下雨的天气喝着奶。啊，你的早餐在哪里？一边看下雨一边喝奶奶啊。杨俊，啊，只看得到你的背影哎。你小，那你杨俊来，我们来吃饭饭啊，吃午餐呢。今天的午餐是鸡肉白菜烩饭，里面还有红萝卜哦，色彩很鲜艳，看起来很好吃。妈妈今天让放手让你自己挖，啊，你自己用挖的。肉肉。对，有肉肉，可以用汤匙，好吗？用汤匙自己挖，加油！妈妈让你自己吃哦。嗯。用汤匙，不是用汤匙拨开，是用汤匙挖饭。加油加油，你可以的。这样，来，这样，然后这样，嗯，挖起来吃。哎呀，吃饭饭，不要只吃肉肉啊。肉肉，你刚刚都要吃了，只差那么一点点。好棒，哇塞，你好棒。这里啊，里面都有肉肉啊，你自己挖，自己吃。小永群这几天都没有喝下午茶，今天妈妈泡奶奶，给你喝一点下午茶，来喝个奶奶。为什么坐得歪歪的？小永群睡宝宝了，下午1:30睡到4点多，睡了快3个小时。你睡好久哦，小宝宝耶。等一下，我们出去走走散步。好，点头。你要
红萝卜吗？要，好，来，今天给你吃这个，有贝贝，生的贝贝，然后红萝卜，肉肉，空心菜，肉肉，肉肉，对，也有肉肉，来。你要五个贝，我要你要五个红萝卜，啊，你要五个红萝卜，给你。那今天的肉肉是红萝卜猪肉饼，然后还有饭饭。肉肉。啊，你有没有肉肉了？妈妈弄肉肉啊。那你先吃红萝卜。那你不吃红萝卜？嚼嚼嚼。失败。哥哥，看看，哥。挖，你要自己挖。哎呀！好了，来，昨天念到巫婆要王子把掉在海里面的戒指捡回来，然后呢，别急，我先看看你戒指掉在哪里。有一双千里眼的仆人立刻安慰王子，就把手放在额头前，向远方的大海环视一遍。看到了，戒指卡在一棵大珊瑚的枝桠上，可是要赶到那个海边，可要花上好几天的功夫呢。常人开口说：“没问题，我来。”大家抓住我的胳膊，我只要使出力气，伸长身子，走一步就可以到海边。大常人把绕在额头上的云推开，伸出脚走了一步。果真到了海边，卡住戒指的珊瑚在很深很深的海底。大家正发愁，大胖子开口说：“这点海水，只要我一口气就可以喝完。”大胖子张开他的口，海水像瀑布一样，纷纷流到大胖子的喉咙。很快的，海水喝干了，大长人伸出手，把戒指从珊瑚枝桠中捡起。王子把戒指交给巫婆，巫婆吓一跳：“别急，接着听好我的第二个问题。在城堡草原上有300头牛，你把它通通吃完，从头上的角到脚趾一块也不许留。同时你必须喝光地窖里300瓶葡萄酒。一个人吃饭没意思，我想找一个人陪我一起吃。”王子请求巫婆。好吧，只能带一个人。嘿嘿，恐怕你们吃也吃不完，你们就拼命的吃吧。王子带着大胖子来到草原，刚喝干海水的大胖子肚子正咕噜咕噜的叫饿，300头牛和300瓶葡萄酒，一会儿功夫就吃得干干净净，一点也不剩。好了，接下来剩第三个问题，也是最后一个。今天晚上你到我女儿房间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不要管，要记住，坐在她身边，握住他的手，
但不能睡着。要是夜里我看到女儿不在你身边，你就输了，你的脑袋可真要搬家喽。好了，我们先念到这里。哥哥，小女去睡觉觉。哥哥，哥哥，哥哥。小女，你在干嘛？你在玩滚滚，然后嘴巴里还含着一口水，是不是？是，你要点头。你嘴巴里含着一口水，吞下去哦，你要吞下去哦。好啦，小女裙赶快睡觉。哎哎哎！哦哦哦！哎呦喂！你在干嘛？你这样手会卡住。好了，滚滚给妈妈好不好？要睡觉了。OK， 谢谢。好了，永群小朋友晚安。Good night。哥哥。拍拍手，啊，棒啊！